有所谓的生活重心，白发苍苍，唠叨啰嗦，中年人也会唠叨啰嗦，丧失自己生活的目标，行动不方便，传一些长辈图给我们，记忆力也会比较衰退，动作比较慢啊。连续就去三亚三次啊，然后又去南宁、啊南湾、西子湾，那个日月潭还好，没有浪很大，它不是深而已。红色的荧幕垂下来之后，整个画面就只有看到那个小朋友在表演，其他的旁边人都是在拍手，谢幕都在拍手，完了画面我就觉得很棒。后来这张照片有去参加全国的摄影比赛，可能在10000多张里面入围24张，好，那这张就得奖了。那我刚好有机会连续2年都入围这个其中的全国的21张。我是负责动物跟这个运动摄影，我自己就在那个赵以翔摄影教室里面在开了班。那我那个班叫做摄影的创新与创意，本来是教一个班，后来人数越来越多，后来就拆成2个班，就是陆续有到各个公司行号去授课哈。那当然也有到一些机构去参加评审的工作，比如说台大知名的那个摄影比赛，那他们也有邀请我去当评审。我以前在学生时代就是运动员啊，跑得比较快啊，一些男生就他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好像喷射机，怎么会追上你，变成我是喷射机啊，到60几岁就有同学的鼓励，哎呀你现在规则路再出来田径吧，现在长青的田径没有人哎。哦，他这样一讲，我心就动了。但是到后来，我63岁、68岁那几了，哦，跑得很快，我自己100公尺跑15秒几，我到亚运我都拿金牌回来，2年1次哦，反正有报名有去就拿金牌。去年我去跑吉利马扎罗是5890几，那是很高哎，也不用上手哎，我这样爬上去哎。不觉得我会老，我不想老啊，其实我们是银发，我们头发染一染就不会银了。大家要健康哦，要走出来哦，好，谢谢。